算了，没用，进过不了洞，进好蠢，这版本感的。那拜个那个拜，冲大师玩卡牌呗，打卡牌，电刀，蓝 buff， 哎呦，我想玩卡牌是吗？有枪玩枪，没枪玩卡牌吧。玩卡牌就是前期你要留波比这张牌，优先给波比两星带冰甲，光冰甲前期豪门。我这版本上分，不管是铲还是云顶，我觉得都是卡牌。铲现在没有更新啊，卡牌还不是最强状态。他没有铲子的卡牌吃不到四术士的那个加回蓝加成。虚空心，虚空行者，元气化血质，科技枪直接拿了用吧。那走连败，三四五六七正好，科技枪直接留了，科技枪直接留了。可以枪直接留，会不会太强了？我是不是太强了？没事，我前排路赢不了，赢不了。这把就卡牌了，名牌卡牌了呀！哎呦，我怎么这么猛啊？这个技能嘎通啊！哎呦，我好像要赢了，这么痛啊，蛇女远，不是吧，蛇女远？可以，可以赢了，我买两星，我转连胜去的。先不急着选了，等结束看他变，然后再拿这个。能出个天使，我三德玛开出来，感觉真能走连胜。我这么猛啊！有没有可能拉个人口我还真能走连胜啊？我现在对卡牌的理解是不能走连败完，锁不住，跟最强势版本的时期不太一样。两个一起叠，我有没有可能真能走连胜啊？还先行，我两连胜了。只要开一个三德玛，再变一个那个护甲出来，做一个石像鬼板甲，我就能大连胜了。这三件套蛇女太猛了。然后能两星蛇女最好，蛇女伤害好高啊，不能合离子，起手不能合离子，六件装备一定要保证三件卡牌，三件两件加里昂，然后再加一下一把电刀，还真行，还真行，兄弟们，我要连胜了，我好猛，电刀是大于离子的，目前卡牌的阵容里面，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大数据好了，电刀就是大于离子的。你看到没有？哎，电刀是 S 级装备，离子只是 A 级装备。为什么？因为卡牌的技能它是会大到前排的同时大到后排的，就有可能一张牌扔给了前排，一张牌扔给后排。以前一张牌直接能把后排秒了，现在伤害削了之后，一张牌是秒不掉后排的。什么东西有挂？所以需要给后排减一点魔抗去秒掉它。离子是捡不到后排魔抗的，但电刀可以。什么？他两星卡牌，那不是影响最大的树魔吗？谁呀？啊？哦？装备还这么好？为什么不打龙牙呢？因为拿龙牙会被爆杀。落地生根是。哎呦，这个早期教育，早期教育两星卡牌，我还以为他们在说什么有挂，原来是在，原来最亏的人是我，两家恶魔耀光。
人家最亏的能是我。不是你龙牙先手合了，家里要扛不住的呀。你遇到尼拉这种怎么办？你又不是只打同行，综合考虑双板甲就是最优的。我现在蛇女豪门。如此如此的冷漠，狂徒也不行呢，都不行，都不行，就是双板甲，好吧，没啥说的，就是双板甲，双板甲电刀大于离子，这就是卡牌的最正确理解。优先双板甲，双板甲之后找电刀，电刀之后找鬼叔。不是公式这个东西，你不用跟阿北杠的呀，因为我就是搞公式的呀。公式这东西不用跟我杠的呀，你什么什么什么大于什么什么什么大于什么，这是公式内容，在公式这个领域内，没有比阿北做公式做得更好的了呀。哦、这怎么这么啊？什么东西把我秒掉？我怎么办啊？有个同行这么糊，我好难受啊！我要拿地牌呢，三个二最好拿地牌类的海克斯，有同行的情况下。我连胜断了，好难受。有电刀也可以先做电刀。哎，这什么？哎，上面有个护甲、啊！我心太崩了，兄弟们，我忘记上面有个护甲了，好烈啊！哎，能不能给我？误会解除一下，变个石像鬼板甲啊！上面有个护甲，谁放上去的？哪个放了个护甲在上面啊？哦呦，我好烈啊！心态雪崩。哪个放了个护甲在那个地方啊？怎么会有这么傻的呢？啊！我心态崩了。好蠢，好愚蠢，先用一下吧，我想保一下连胜，会输吗？好像能赢。能赢，能赢。这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很长时间不停的打的，你们又不是职业的，你们打职业吗？我都没有这个时间。阿北忙起来根本一天打不了一把，可能你们更加是了呀。最后储备，我要个地牌的。谁？那只能是他了。最好的卡牌的彩色最强的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那个烈狱契约是最强的。但是我装备百宝袋，我还敢递吗？递了我前两个都拿不动了。门票和炼狱契约，他几张了？打不动，打不动。蓝甲蓝 buff， 要变的东西有点多。反甲可以要，这把法爆尼拉反甲可以要，虽然双那个会好一点，但反甲可以要，因为这把我看了一下，外面全是法爆抹除暴击伤害，还有外面全是尼拉。哎呀，怎么说出口，我甚至觉得我递不到两星卡牌，我一张卡牌没有啊！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嗨，我能跑吗，兄弟们？我一张卡牌没有，妈的，同行七张了，我一张都没有，他七张了，
这可能是个变态吧。这我跑什么？我跑什么，兄弟们？完了，我这装备跑什么？不要损和他刚，你是想让我死是不是？你肯定是想让我死。跑什么？老丈人，老丈人，八二老丈人啊，好蠢啊！这阵容，堡垒毒吧，要不装备还可以。堡垒毒流丝吧，好不好 ？T 点五阵容，我们还没发，然后比较冷门的算。堡垒毒吧，堡垒毒，我看看啊，堡垒毒我都忘了怎么玩了。开始留堡垒牌，狂徒，流丝。现在情侣可以放中间啊，能给他加到的，但是手游不行啊，兄弟们注意一下。手游情侣放中间是没效果的，端游放中间可以给右边的能加到。发在公众号发了，我们视频还没发，公众号发了。你们如果想快，其实关注我们公众号，文字肯定是比视频快的，因为视频要做后期嘛。想快其实可以关注公众号。我现在过渡还挺稳的，我还真能真能上人口，去玩堡垒毒枪。开始留堡垒毒的牌了，硬转一波，得给刘思找点装备啊，然后得要跟鬼输啊，法帽其实用处不大。哎，我这个战鬼板甲没吃满，战鬼有点蠢。家里要扛住啊！这尼拉怎么刮起来这么痛啊？我想说，跟怪物一样在那边刮。尼拉得削一下，他的那个永久加攻速得给他抹除掉，这他妈太打起来太痛了。他三星卡牌了好像，怪物啊！法爆其实可以不要，什么抽象装备啊？救赎可以要，三星卡牌好吓人。适应性植入，好垃圾。
铁男能不能加得上去啊？好像很难加啊，没格子加铁男吗？没格子加铁男吗？我要破他的那个就得靠那个那一脚，就得靠香港脚，不然那个家里要一辈子过不去。龙牙肉装好像有点多，能不能两星啊？直接没有肾，肾挺关键的。嗯，杀人剑直接砸后排吧，前排我不管了，青鱼打不打得动我都不管了，巨杀直接砸后排，不，杀人剑直接砸后排，前排青鱼。理论上是要的，但是我打不动的，给青鱼我也打不动那个加里奥，就得靠他踢。两个对子，死的湖我已坠入，看不见醉的孤独。活下来，厄斐琉斯！活下来，厄斐琉斯！活下来，厄！黑哥，踢他！踢他，就是他！不行，他不行，他不行！好帅！我好像活了。你们注意看这一脚，我的那个奎桑提要立大功啊，立天功！注意看这脚踢走，啪！看到没？跟过去，二连踹！注意看，注意看，注意看！甩的一匹，不然我怎么可能打得赢他？一辈子过不去。但现在你在看什么？发现了什么？嗨！这两个得二，但我还是得先上八的，我得上八第两星黑哥，我要赢那家卡牌就得上八第负两星黑哥才有机会。法爆破防，上个人口吧，哥哥，我双 C 一星，现在我现在对子太多了，一二三四五，五对，如果输了我就递，赢了我就拉人口去找上线，输了就先保分，黑太重要了，黑这黑多重要，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？厄斐琉斯的无尽 S 级装备，厄斐琉斯的无尽，把他后排炸光了。我现在得赢那家术士，我最大的问题是我赢不了术士，其他都是不堪一击的。尼拉直接该踹了，双狂徒就是肉。哎，为什么？我靠，船长完了，有没有船长？坏了坏了坏了，这猪好漏啊，打不过。不是，我有提升，我有提升。
一般我防下刺客。他怎么全是刺客？说真的，他一个那个都没有，全是刺客。OK， 飞到这里防一下刺客，防刺客位，但太多了有点。砸一下，砸一下，砸一下，好炸一下，好砸，没事没事，不堪一击不堪一击。我黑哥单防，嘿嘿，漏到恶心，哈哈，漏死了。下波拉人口了，拉人口上奶妈，选秀拿一个那个，选秀拿个船长，金克斯可以不要，选秀拿个船长。鬼书珠，我有鬼书。青龙刀，船长的青龙刀，我已经够漏了，我现在是缺输出。船长的青龙刀吧，就船长青龙刀了。我把这个单放这边，然后卡牌会大哪里啊？他会大这两个。啊，他大了黑哥，没事没事，反正我黑哥踢到他就行，死不了就行。他不可能秒得掉我的。注意看，踢走了，帅的亚皮，不堪一击。早期教育卡牌是吧？同行是吧？不堪一击。果然躲了一下，躲得掉吗，兄弟？肯定替你出的呀，直接出啊。跟过去，哎，没跟过去是什么情况？没事，皇子也行，皇子也行，别让皇子放出他。哎，怎么完了？完了，完全不是我的对手。宝上能大魔兽。嗯哼哼哼哼，哦，两星了，两星可以桑提了，兄弟们，两星可以桑提了。巨杀杀人剑，薄木法袍，哎，薄木法袍还真可以，你别说。我遇到一个不动的，不是，那你还得看段位，有些段位它就是不动的，就稍微要高一点点，完全特别特别低的段位它就是不动的，那也没必要去换。这家肯定打不过我呀，不用管它。这种高潜型就跟玩具一样。有没有三星要放的？三星大爷。我想追三星啊，我想吃鸡可能还得要三星，他三星大眼之后我的刘四活不住的。设计一下，直接踢第二排去，注意看啊，这边往前一包，家里要往前一走，回头回头，这里得再 填个空，没回头。他要是踢不到我真赢不了他。不行，我打他可能真得要，我打他可能真得要三星刘四或者三星宝石才行，踢不到他家里啊，我跟他差的有点多。三星宝石不知道能不能赢，他有意的防了就很难去踢到他。好踹，爆，爆不起来，最后一波了，我得决定了，我想看这波选秀。捏水，奎桑提，拿奎桑提捏三星那个。哦，拿宝石捏巨杀，我要青羽吧，青羽吧，青羽吧，虽然有保姆还是要青羽吧。三星大爷，我靠，两边都拉满了，能不能赢啊？压力有点大呀，兄弟。我只动一个，
我故意站这边的，让他往下面走，然后斜着踹一脚，好像不行啊，踹得到吗？哎呦，我没踹出来，打不过，我那脚没踹出来，我要是踹出来一连串糖葫芦的话能控很久，不是打不过，是真打不过。